且对数方程找一个原则，化为同底哈、哦，来左边是 log 3 2 x 加1，右边跑出来一个3，你会不晓得怎么办？因为我们今天解对数方程，大家都要是对数，你才能去做计算。那3怎么把它变成对数？它可以写成 log 3 27啊。为什么？因为3的3次方就是27嘛。那为什么要以3为底？因为大家都是以3为底啊，所以你把这个3也化成一个以3为底的对数，所以它是 log 3 27。右边是 log 3 x， 来做一下整理齁、哦、左边不要变了齁、哦、log 3 2x 加1，右边呢是 log 3，来，请你把两个真数给相乘，27乘 x 就是 27x。好啦，底数相同，比较真数 ,2x 加1就会是 27x。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呢 ,x 就会等于25分之1。再来第二个小题一样，好，左边是 log 2,x 加1去把它跟另外一个真数 3x 减1乘起来，右边会等于 5, 好，右边会等于 5,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呢，既有对数的定义齁、哦、x 加1去乘以 3x 减1会等于2的5次方。那我们把它乘开来 ,3x 平方、哦、加 2x 减1等于224,86,32。整理一下、哦、,3x 平方加 2x 减33等于 0。做一下十字交乘哦 ,3xx, 这边配 3, 这边配 11, 减加。OK, 所以你可以得到呢 ,3x 加11、哦、乘以 x 减3会等于 0, 两个答案 ,x 3分之负11或者是呢 ,x 等于 3, 哪个答案对哪个答案不对一定要带回去对数检查，因为对数有限制。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很明显不可以，因为 x 呢会落在真数的部分，如果它带进去的话会让真数小于0不合，所以答案只有这个 ,x 等于3。